人独自在公司加班到了后半夜，可这时他突然发现对面的楼上似乎正站着一个人。起初女人并没有在意，可下一秒对方竟然开始脱起了衣服，女人简直傻眼了。因为对方似乎并不知道没有拉窗帘，他本想再多看一会儿，可眼见好不容易露出了香肩，谁知就在这时对方竟然转过了头来。女孩简直傻眼了，因为那人竟然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她赶紧冲了杯咖啡想要冷静一下，因为很有可能是自己加班太累才出现了幻觉。然而还不等她来得及喝下，她竟然又鬼使神差地看向了对面，结果下一秒对方竟然用手指向了自己的身后。女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她哆哆嗦嗦地转过了头。走廊的灯却突然挨个熄灭了，女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可在等她仔细一看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朝自己的方向靠过来。咚咚咚咚。可尽管已经离得很近了，但女人依旧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，直到下一秒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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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错，这时女人才发现靠近自己的居然是一个鬼脸，只不过可惜的是一切都已经迟了。